不接，电话有辐射，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呀？这万一我要真有急事怎么办？我帮你接。喂，小萌姐姐，是天空啊，我是阿衍哥哥。小萌姐姐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我想想萌姐姐了，她好久没来看我了。喂，天空，我是小萌姐姐。 你最近乖不乖啊？小萌姐姐，我最近很乖，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了呀？你知道吗？我在画画比赛中拿了一等奖。天空，你太棒了！小萌姐姐过几天就去福利院看你，好不好？明天十六一儿童节，林妈妈组织我们准备了一台文艺表演，你能来吗？小萌姐姐，我特别想让你来。明天啊？好。 小萌姐姐，明天一定去看你。太好了，谢谢小萌姐姐，我们等你。好了好了，下不为例。别生气了，笑一个。动了，真的动了。 动了，哪有那么快？我真的感觉到了。青岩，你不该请我进去坐会儿吗？哦，请进。 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吗？你给周总的 U 盘，我们已经交给警方了。过不了多久，警察应该会和你联系。林夕，你没事吧？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接受惩罚，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林夕，你可以拒绝我喜欢你，但是你不能拒绝我对你的帮助。你说过，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好朋友不就应该是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出手相助吗？这段时间，你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安顿，你能让我帮你一下吗？ 小心点啊！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啊？早饭吃这么多，太丰富了吧？好，你小心点啊！有什么消息随时跟我联络。快坐，快坐。小萌啊，这都是阿衍的意思，估摸着今后啊，我们家顿顿都是这样了。是啊，小萌。 这也是阿衍对你好啊，你也不用这样吧。哎呀，这些东西啊，都是妈准备的，而且都是对孕妇好的东西，你必须得吃。嗯。哎呦，大补汤来了！来，尝尝。好。怎么了？这个是什么？ 也太难闻了！哎呀，这个对你好，你把它都给喝了啊！喝了，喝。这个啊是十全大补汤，这里面全都是保胎的补品，你身体虚就得靠这些大补的东西滋养起来，快喝吧！啊，小心烫。哎，这好难喝。良药苦口，就当是为宝宝好了。那我喝完这个。 是不是就能放我出去了？不管去哪儿，必须要保证宝宝的安全。嗯。
不行，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喝吧。喝。多喝点。吃吧，妈妈。你也吃吧。来来来，这个还是要吃一个的吧。这个是无鸡汤炖的，基础营养。老师，你不要这个，吃饱了。好，这是我的。哎呀，真聪明啊！来，谢谢老师。老师一起挂起来啊。老师，你看我这个。老师看我。来，我们挂这里。老师，我喜欢这个颜色。来，你自己来。是周小萌家吧？对，请问你是哪位啊？啊，我是他电视台的同事啊，有一些资料要送给小萌。他在家吗？哎呦，小萌不在家，他到福利院参加活动去了。这样吧，你就把东西直接送到家里来，家里有人。啊，好的，谢谢啊。想哥了吗？想，不过还是更想小萌姐姐。哇，变得真快，来给你买这么多玩具了啊！小萌姐姐，我们演出马上开始了，你来当我们的主持人吧。当然好啦，那你带我熟悉熟悉这儿好吗？好。好嘞。哎，走吧。啊。小萌姐姐，你坐。好，我气球就放在这儿啊。这就是我们的舞台，一会儿有唱歌、舞蹈，还有短剧呢。怎么样？我一直在找，但是没有什么头绪。好，你和齐岩那边保持联系，看公司那边有没有新的情况。严哥，我们为什么要帮蒋庆成？蒋庆成是蒋泽的父亲。现在我们是在帮蒋泽，我明白了。但是我觉得蒋庆成这次跑出来，最有可能找的人就是你。我会小心的。那你表演什么呀？我演短剧，剧本的故事是我编的，让秦老师帮我写下来了。小萌姐姐，一会儿你看了可不要笑我。天空，你现在又能编剧了，你真太棒了。那小萌姐姐一会儿在台下一定好好跟你鼓掌，好不好？好，我的故事你肯定会喜欢的。快坐下坐下，身子沉啊，别总是站着，你得自己注意。妈，没事的，医生都说了，一切正常就行，您不用那么紧张。妈不紧张，最紧张的是你老公，我那儿子。你说这毛头小伙子当了父亲就是不一样，比以前啊成熟多了。小萌，小心，外面有个人捧一大束花，说是你的鲜花快递，要你签收一下。哦，谁送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我觉得是阿衍想给你个惊喜。快去吧，慢点啊。随时联系。好，慢一点，轻一点啊，小心，一会儿打爆了。哎，慢点。妈。哎，小萌她刚才不是跟你在一起说话吗？出去了，有个送鲜花快递的，让她去签收一下。你送的吧？妈，我去看一眼啊。
喂，小泽，小萌不见了。你说什么？小萌怎么会不见了呢？你有没有找过她呀？入谷，我是说入谷，你爸联络你了，请你第一时间告诉我。放心吧，我也不希望小萌出事，我已经报过警了，正在配合警察全力的寻找我爸，有消息的话我们再联系吧。我真的不想失去他，我真的不敢想。我爸他已经是警察眼中的犯罪嫌疑人了，我也不希望他错上加错。我是周延昭。没想到吧，周延昭，我说过最后赢的一定是我。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只要你不伤害小萌。好，既然你这么爽快，我就不跟你废话了。首先不许报警。好。第二，把你在盛海所有的股份全都兑换成现金，打到我指定的账户上。好，我答应你。还有别的要求吗？做到这两点，你就可以见到周小萌。你理智一点，你不许伤害小萌。蒋泽，蒋泽人呢？蒋总他去公安局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想到吧，周延昭，我说过最后赢的一定是我。秦，你马上起草一份文件，我要任命你为总裁助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可以全权代理总裁职务。周总，您蒋倾城已经势必要潜逃了，我得去把小萌追回来。我担心的是一时半会儿追不回蒋倾城，我甚至还要追他到国外去，所以这段时间公司的事我可能就顾不上了，就要辛苦你了。是，周总。严哥，你让我查的游艇定位我查到了，把定位发给我。好。进。周总。我先走了。好，周总。这里是不是有一艘名叫“乐色”的游艇？啊，不好意思，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最好尽快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包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那游艇往那儿一直走就可以看到了。
喂，蒋当先生，刚才有个先生很凶的来询问你父亲游艇的事情，是吗？不错嘛，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有什么好怕的？我知道你想要的只是钱，而你也不会真的伤害我。挺聪明的。可是你知道盛海集团全部的资产加起来价值多少钱吗？上船去。江程程，哎呀，别过来啊！江叔叔，你把小萌放了，你想要什么都给你，钱，还有盛海你想要的一切。鬼才相信你会把钱乖乖的交在我手上。不过我挺佩服你的，能找到这儿来，是我那傻儿子告诉你的吧？我今天找到你跟蒋泽没有关系，而且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他是不想让你再滑入更深的深渊。别跟我来这一套。我是需要钱，可是你带来了吗？说白了，你就是舍不得你在盛海的那点股份。怎么着，今天到我这儿是空手套白狼来了是吧？你也知道盛海的股份不是一笔小数目，就算我凑齐这些钱也需要时间啊。况且现在我已经通知了银行，等我处理完手续，我立马就把钱给你。不是给我，是还我。盛海本来就是我的，是你老爸从我这儿抢走的。就算是我爸不对，可他都已经死了，难道这还不够吗？不够，远远不够！我不但弄死他，我还要弄死你，让你们周家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你说什么？怎么了？让你知道了也没关系，你爸就是我弄死的，叶思荣的车祸也是我造成的，我就是要栽赃他。哎呀，没想到你却信了，你到盛海来的一切。一切阻碍都是我设计的，包括现在。你输了，我赢了。好，你赢了，你把小萌放了，你要的一切我都给你。你说的啊，好。看见了吗？铐上，把自己铐上，快点。不要！别喊！哎呀！快点！把自己铐上，铐上，跳海里去！快点！不要！别喊！快点！爸，你不要一错再错了，赶快放了小萌！臭小子，你来干什么？我这……小萌！哎呀！快跑！哎呀！小萌！哎呀！哎呀！你快出来！小萌，冷静！你放开我！你冷静啊！冷静，小萌。哎呀！
麻烦你快上车吧。任务完成，嫌疑人已经落网。爸，爸，爸！抢救室，走，快！阿姨，我们已经到医院了，你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小姐，小姐，病人头部大量出血，病人现在呈昏迷状态，并无其他病症。眼部的反射不清醒，昏迷指数三级。起搏器。准备好了吗？走吧。一个人进去就行了，让我陪你进去吧。我想自己面对，至少我想在你面前我还是那个有着美好形象的孙灵溪。你醒了，阿雅呢？啊，小萌，小萌别这样，不要冲动，小萌，小萌别这样，小萌，小萌，妈，小萌，我看到了阿雅，她满脸是血的躺在那儿，我要去找她，她在哪儿？你告诉我。小萌，小萌，你别冲动，小萌，你不要这样。市长，医生，不是她醒了，市长，小护士，你放开。小萌，小萌，小萌。
小思诗，阿燕她怎么样了？她在哪？你告诉我她在哪，我要去找她。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冷静。你带我去找她。你冷静一下，你状态很不好。我知道小思诗，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张元璋没死，你为什么不能说？他没死啊？那他伤的怎么样？张副兄，你带我去找他。小萌，找他。小萌，你有身孕。情绪不能激动。你有身孕了。我求求你们，让我去看看他吧。小萌，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但是你肚子里有宝宝，你要为孩子着想，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会竭尽全力的治疗周总。等你康复的时候，我一定带你去见他。啊，是啊，小萌。小萌，听妈一句话，把身子养好。等你好了点，我们就带你去见阿姨。江倾城，你最好老实点，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完整的证据，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中，老实坦白，不要做徒劳的挣扎。你为了争夺盛海集团的控制权，置周冰离于死地，你是不是派人切断周家的电源，造成电力故障的假象？借此机会，你又指使人进入周家，把当时周冰离正在服用的心脏病药物换成了诱发心脏病的毒药，是不是这样？你嫁祸叶思荣，又为了死无对证，在叶思荣住院的治疗期间，你又指使他人几次对叶思荣下手。这些你不交代也没关系，就算周远照现在醒不过来，你觉得故意伤害罪你逃得掉吗？证据，你们没有证据。证据，放心，公安机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的得力干将孙灵溪已经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向我们坦白了。你自己最好老实交代，等我们把一切都查清楚了，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医生说他脑部严重受创，可能。可能怎么？他会醒过来的。阿爷，你醒过来好不好？你不要吓我，你一定会醒过来的，对不对？就当是为了我，还有我们的孩子，来，你摸摸看，你感觉到了吗？他在动。Ha ha ha!
我猜她应该是个女孩，因为你说过你喜欢女孩，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你放心，有我在，我会照顾好这一切。安言，我是小萌，我们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阿言，你记得我们还在体院的时候吗？那个几天没吃东西了，再这么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害羞什么，又不是没见过。你不会是在想什么邪恶的事情吧？我才没有。不休息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就吃一点好不好？我真的吃不下。小萌，哭出来吧，哭出来没准心里能好受一些。师姐，你知道吗？我的心只要这样一呼吸，就会跟着疼，跟着呼吸一深一浅的疼。可是我不能哭，我要等阿言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坚强勇敢的我。
郑远昭，你听见了没？如果你还有点良心，你就赶紧给我醒过来。脑部的血块，这就是他一直昏迷不醒的原因。综合各种情况来看，我们能给出的最佳治疗方案就是这个，虽然有一些保守，还需要病患的一些运气。如果运气好的话，他脑部的血块会慢慢缩小，直至消失。告诉我吧，他治好的几率有多大？小萌，你要相信我，也要相信科学。我相信你，但是也请你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好吗？低于10%。这么低？肖医生，肖思志，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是。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们想办法消除他脑中的血块吧，让他赶紧醒过来，好不好？我真的不能够再一次承受这样的事情了。小萌，你别着急，不用说，四肢也会竭尽全力的。小萌，我们跟你一样感同身受。我刚才告诉你了，要相信科学，可我也要相信科学。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不能冒这个险。你们就眼看着患者处于危险之中吗？万一他脑中的血块不消除，他不就一直昏迷不醒，伴随着生命危险吗？乔真，这里是最好的医院，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你觉得我能不去做吗？可是，我相信。我相信阿姨会好起来的，她一定不会允许自己一直昏迷不醒的。我接受保守治疗，因为我相信她。小萌，小萌，大夫，怎么样？胎儿还健康吗？一切正常，胎儿发育得很好，各项指标也正常。只是你有些营养不良，你要多补充营养。这个时期的胎儿啊，需要大量的摄取营养。如果母体营养不足的话，会严重的影响到胎儿的发育的。知道了。有孕期反应吗？比如呕吐、恶心什么的，暂时都还没有。哈，那你还算幸运。像有些孕妇啊，在怀孕5周开始就有了孕期反应，
等到孩子生下来，整个人都快被折磨死了，丈夫也被折磨的瘦了一圈呢。哦，不好意思啊，周小姐，我一时嘴快。没关系。好。啊，周小姐，一切正常。他还好小啊，好可爱。是啊，怀孕是个神奇的过程。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有更大的变化的。谢谢医生。风拉扯神经，将疼痛怂恿，我的一切变苍白，随快乐在负重，落入在你走后的空洞。我不作声，林总的曾经，希望你偶尔去触碰。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总会有变成的爱情的宇宙，弥补世界里的纰漏。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总会有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宇宙，弥补时间里的纰漏。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